大家好，我是外行员。废话不多说，现在就为大家带来海豚漫画979话的情报内容。砍杀目前被确认确实没有到达鬼之道，其中所可能的原因我们已经在666期海豚专题不止讨论过一番。而606子或者刘飞豹在目前则就是被确认是被船长凯多亲自召集而来，原来是因为606子找到了凯多儿子的这个功劳，因此凯多可能才奖励他们可以向大看板挑战的机会。而作为原海豚团船长组，目前位居606子的佐佐木和普子普其实也就早已经盯上了白书军团大看板的位置。通过漫画978话结尾的剧情，我们已经得知第一个提出奎因死去后只会成为取代他成为大看板问题的人，其实也就正是普子普。而从德雷克以及编剧万的对话中，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佐佐木也想坐上大看板位置的野心。我自己也在这话剧情中现身，并和606子们对话说道，有几个是以我的名义都召集不来的家伙吧。对话中紧接着就出现了普子普和鱼人佐佐木的名字，普子普没有说话回应，佐佐木接着说，的确我耳听见有说话，但目前还看不到他的对话框内容。接下来大看板火灾镜就接着对佐佐木和普子普说，你们作为原海豚船长组是我们大看板的，从三人完全不是上下级的对话，甚至还能涌动的现场来看，藏龙卧虎的灵魂肉子在接下来的剧情中挑战三灾的戏码可能就真的会上演。而虽然这周我们如此提前的看到的情报，但坏消息还有下周休刊，也就是说要看到漫画979话的整体内容，我们就应该还要再等待两周的时间。好了，本期情报就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王宏源，我们下期再见。